者于志伟台北报道。邱浩奇与小薰黄静怡台视三立中日偶像剧一读不回的恋人被封为暗黑 CP， 特别是两人开始实话，邱浩奇更被网友怒称是渣男，而小薰在剧中爱得很卑微，几乎尊严都快被踩在地上，向观众气噗噜噗噜地说，可以不要这样去爱一个人吗？两人从12月份受星，邱浩奇本周六十分之二满30岁，小薰生日则是在月底，今天他们特别联合举办庆生会，同时一同与粉丝提早度过情人节，现场两人互送生日礼物，默契十足的都是情趣内衣，邱浩奇收到的是性感豹纹小内裤，而小徐礼物是黑色透明蕾丝薄纱睡衣，彼此还尴尬的假装试装。由于花莲日前发生大地震造成严重伤亡，两位寿星也不忘为花莲祈福，将生日祝福留给花莲，提到最近花莲强震让不少人忧心，小薰表示每次遇地震都不知所措，只会在原地打转，虽知道这样不对，但发生时脑袋就会因惊吓而一片空白，原因是当年921地震时家住在石门水库千岛，地震后地板都出现裂痕，经历那次后就搬家了，因为要是再发生一次地震就无处可逃。而这次地震当晚，邱浩奇为了要撑住新购置的书架与液晶电视以防地震震倒，整个人像猴子般灵活展开歪斜的大字形，手脚并用到自己都觉得好笑。邱浩奇又与小薰互送情趣内衣当生日礼物，三立提供邱浩奇与小薰做生日愿望，又在为花莲祈福，三立提供邱浩奇后排右侧与小薰后排左侧一起提前过生日，并和粉丝们庆祝同欢。三立提供